结婚，儿子却被楚木抢了过去，大战一触即发。我早就劝过你了，让你看紧你老爸身边那些女人，千万不要弄出一个登堂入室的。有怕的楚木恨不得扇自己几个耳瓜子。薛阳回到房间，刚好看见文南在他房间里喷精油，这让他十分不爽，直接将被子扔出房间。看见如此热情的母子，让他越发的相信了周浩的话。薛阳要求他们别再踏进自己女，为了一脚踏入豪门，不惜强吻初次见面的富二代，抛弃相处两年的穷男友。早喊完了，我找着下家了，就这么回事。文南为了缓和亲儿子楚木与继子薛阳的关系，和老薛商议在别墅攒一个烧烤局，没想到赵文却成了绝对主角。他的目光全程看向薛阳，对薛阳的家世和长相非常满意，主动邀请薛阳去杂志社当平面模特。而赵文不给楚木说话的机会，扭头就走，只留楚木一人在风中凌乱。其实楚木不知道的是，他这个相处两年的女友早就为跻身上流社会做足了准备。与实习生第一天上班就得罪了公司大佬。他当初跨专业应聘时尚编辑实习生时，主编质疑他一个中文系毕业生为什么不选择报社杂志社，他说这是离他的理想生活最近的地方，什么品牌、奢侈、潮流。也很快证明前主编选择他是正确的决定，他把在别墅强吻薛阳的事写成了故事，文案得到前主编的认可，还给他发了一个专门的投稿邮箱，这让他大受鼓舞，更加大胆的去追求薛阳。可这也让薛阳乃至楚木都非常的头疼。门三爸为人和善，儿子却是个冰窟窿，如果非要热情似火才能把冰融化，那么能融化薛阳的人已经来了。就在楚木第一天上班时，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声音传入耳朵，楚木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但周围的同事都齐刷刷看向门口。没等楚木反应过来，一个 cosplay 少女就扑了上来，此女就是楚木上一任老爸的女儿。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琪琪，是我们家宠物以前的妹妹，现在是未来的女朋友。刚来新公司就经历大型社死现场，楚木赶紧推着他出了公司。琪琪表示对楚木的三爸甚是好奇，也想去拜访许久未见的二妈。楚木无奈只好带他去三爸的别墅，没想到薛阳先一步回到家，刚好碰见穿着怪异的琪琪。你是谁啊？你是谁啊？啊，楚木，你三爸这么年轻啊，小伙子你真是太有品味了。琪琪以为二妈谈了一场姐弟恋，而薛阳对这个不速之客十分的警惕。楚木一听声音不太对，赶紧出来查看情况，一看初次见面的两人掐了起来。这疯子是谁啊？你带来的吧？喂，疯子这名是你叫的吗？说话凭什么这么冲？我是看着你是宠物的三爸才给你。你闭嘴，这是我三爸的儿子。琪琪的到来绝对是薛阳的噩梦，好在这时老薛和文南走了进来，琪琪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很快就熟络了起来，只有薛阳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琪琪告诉文南，这次来的首要任务就是想把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因为他不想再喊文南二妈了，而是想当他的儿媳妇。文南虽然很震惊，但很快就接受了现实，并表示如果楚木愿意，那么他绝不干涉。饭桌上，琪琪很快成了家庭的中心，还把文南夸得天花乱坠，把成为楚木女朋友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只有薛阳在一边气鼓鼓的没机会发作。恰好老薛提到了楚木的前女友赵文，被赵文强吻的薛阳终于爆发了。你最好让你前任女朋友离我远一点，她如果再缠着我，我就把账全算你头上。我不会打女的，但打你，我绝不会手软。放下狠话就直接离开，理亏的楚木被说得毫无脾气，可琪琪却不乐意了，拦下薛阳非要讨个说法，而外表冰冷的薛阳居然真的在认真回答琪琪，真可谓是一物降一物。琪琪初来乍到这才只是开始，后面这对冤家的故事将更加精彩。一辈子就这么几年，我总不能白开水一样混过去吧，我得过点有颜色的生活，而且一定要是金色的，说白了就是过有钱人的生活，哪怕体验一把也成。谁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可赵文的所作所为着实有点不地道。男友楚木好心带他出来见见世面，可他短短几秒钟就看上了富二代，还强行亲了人家一口。这一幕正好让楚木赌个正着，目的就是把他们薛家搞得鸡飞狗跳。无奈楚木只好单独找到赵文。不管怎么着，你跟薛阳这事我肯定得管，我妈跟他爸已经结婚了，在法律上我是他哥，所以算我求你啊，命令你啊，你能不再纠缠薛阳吗？不能。看来赵文是铁了心的想通过薛阳上位，不论楚木如何苦口婆心都于事无补，既然聊不到一起去，楚木只好无功而返。另一边，薛阳看到了赵文写的那篇文章，居然把强吻当成卖点上了杂志，于是气冲冲的回到家，拉上楚木就直奔了后山，把杂志扔在楚木面前。没等楚木说出解决办法，就一拳打了上去，还称如果赵文对他还死缠烂打，那这就是每晚的必修课。楚木夹在中间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无奈他再次找到赵文，谁知赵文竟然当着楚木的面炫耀起自己的文章有魅力。当看到楚木被薛阳打得铁青时，他居然把这当成是他下篇文章的噱头。楚木虽然做了赵文两年男朋友，可他直到此刻才真正看清赵文。楚木说他强棒着薛阳的出名方式有点无耻，赵文是这样说的。那什么叫有耻啊？我有耻了20多年，只不过是一人见人才的小虾米，小虾米的有耻一点都不金贵，那些名人大腕的无耻真没多少人记恨。就现在这时代里吧，你只要敢出名，就有人敢顶礼膜拜，甭管你是怎么出的。赵文的毫无底线让楚木无可奈何，而老妈文南的出马才让事情有了转机。父异母的亲兄弟险些因同一个女人大打出手，
而屋内的琪琪偷瞄着外面的情况，突然灵机一动，冲出去叫住了还未出拳的薛洋。别过来，我刚才拍明姐打扫你房间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你屋里那梳妆台上的相框给摔了，没事吧？薛洋本就拿母亲留下来的相框当作宝贝，赶紧回房间查看。琪琪眼看薛洋上当，一把拉住楚木跟了上去。琪琪跪在薛洋母亲的相框前，一哭二闹三上吊，非要让他老人家显灵救救楚木。完事之后还把楚木拉过来，让薛洋当着老人家面打楚木。今儿当着老妈的面，不把你哥打得他亲妈都认不出模样，你就算对不起你那嫌大发了的拳头。琪琪本想以此解开薛洋和楚木之间的矛盾，然而文南却认为琪琪做的不妥。哎，我可告诉你们啊，通过今天这件事，薛洋可能对你们更得有看法了。文南告诉他们，一家人一定要和睦相处，不然过着得多别扭啊。然而思想单纯的琪琪还是没听进去，还在心里憋着大招要继续对付薛洋。他破天荒的称要早睡，因为明天还有大事要办。结果第二天一早，琪琪又换了一副惊恐版的 cosplay 造型，大摇大摆的走到薛洋门前。听到薛洋房间里只剩下酣睡声，他的整人计划又要开始了。Responsibility， 名词，职责，责任。琪琪制造出来的声音瞬间充满整栋别墅。薛洋被吵得苦不堪言，怒气冲冲地找到琪琪，可他的愤怒也只是拳头打到沙包上，被琪琪三言两语堵得没话说，甚至来不及理论就被琪琪关在了门外。然而这还只是琪琪整人的第一步，就在薛洋好不容易睡着时，门外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薛洋刚想发作，结果嘴里被塞了一个苹果。你发什么神经啊？我很正常。薛洋这次可真是遇上了对手，忍无可忍，只好离开别墅。看着薛洋离去的背影，琪琪发出了胜利者宣言。第一作战计划成功。转眼到了晚上，琪琪和文南准备换掉家里的茶几，可这茶几是薛洋亲妈留下的。楚木赶紧出言制止：“你们要换，问过薛洋没有？别回头他又急了啊！”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薛洋看见新换的茶几，以及旁边突然出现的鲜花，还有墙上多出来的几幅画，这让薛洋愤怒到了极点。收拾完东西就要离家出走，等三人追出去时，薛洋已经骑着摩托绝尘而去。这下三人可真傻眼了，他们必须赶在老薛回来前把薛洋追回来，否则真的难以交代了。可追到半路却被一辆车挡住了去路，车上下来的人正是老薛的大女儿薛之力，而薛之力的出现也让这一家人的关系出现了重大改变。好小儿子被后妈气走，大女儿薛之力霸气回归。薛之力虽然没见过文南母子，却能准确地叫出两人的名字，看来是有备而来。就连琪琪都看出薛之力来者不善，他猜得不错，刚进门的薛之力一眼就发现家里多出来的绿植。那么薛洋离家出走的原因，他心中已猜出了大概，而他就是为了解决家里矛盾而来的。哎呀，好饿啊。文南闻言立马忙活起来，顺便指挥楚木去拿行李。小怪物，走走走，跟我上厨房忙活忙活。不一会的功夫，菜就上齐了。而薛之力却说先不着急吃饭，而是先认识一下这个小怪物。哎，谁能给我介绍一下他是谁啊？他叫琪琪，是我妹，二妹。什么二妹啊？你还有别的妹吗？她就是不好意思承认我是她未来的女朋友。哦。这时李姐送货来一袋栗子，薛之力接过栗子，转手就递给了楚木，把包栗子的活交给了楚木，惹得琪琪翻着白眼。楚木，你动作快一点，太慢了。快点，那我帮他一块包。喂，你没长手啊，不会自己包啊？薛之力的无理要求很快激怒了琪琪，可他依然没有停下的意思。在拿起筷子的同时，故意将筷子丢掉一根，却在楚木帮他拿回筷子的时候突然宣布吃好了，说完起身就要回房间休息。这一系列的操作让文南母子三人不知所措，殊不知薛之力刚刚的种种表现就是为了试探他们的态度。经过三人的讨论，一致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先把薛洋给找回来，不然等薛之力再掺和进来，那这新家就离散伙不远了。很快文南就从老薛那套出了薛洋车场的位置，三人急匆匆地来到车场要带薛洋回家。然而薛洋表示那个家他不会再回去了，说完就给三人下了逐客令。楚木当即就要回家收拾行李搬走，正好碰到薛洋的姐姐薛之力。而薛洋听到姐姐的召唤，立马换了一副面孔，冰窟窿秒变成小绵羊，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冰窟窿那脸上是笑吗？他有笑神经。哎呀，别胡说。说搞定一个弟弟只需要一个姐姐，就算是薛洋这一个面瘫冰窟窿，见了姐姐也是喜笑颜开，嘴巴都能咧到耳朵根，就连死对头琪琪都感叹冰窟窿那脸上是笑吗？而薛之力此次的回国，其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解决家庭内部矛盾，首当其冲就是这个小魔女琪琪。晚饭时，她故意撮合琪琪和薛洋有更多的接触。姐，咱俩换一下座位吧。啊，换座位？不等琪琪答不答应，薛之力就已经起身走到琪琪身旁。琪琪不愿意，她就故意激她。是因为我们家杨太帅了，你怕跟他在一块被电到吗？什么？他电我？开什么心机玩笑啊！谁电谁还不知道？那就去啊，去就去，
谁怕谁呀？琪琪虽有些不情愿，但碍于面子也只好坐在薛洋身边。这时薛之力要求薛洋给琪琪盛点汤，薛洋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这么安排，但他却能乖乖照做。薛之力不指望这样就能缓和他们的关系，但至少一家人有了互动，而这只是第一步。周末薛之力组织了一次家庭集体郊游，也正是这次郊游让薛洋与楚木之间有了一次特别的经历。薛之力买来三辆双人自行车，首先占下一辆车，而其他两辆车随意分配。途中他和薛洋故意推着上山，姐弟俩边走边聊，从老薛和文南结婚一直聊到薛洋离家出走，两人只有下坡的时候才骑一会车。等姐弟俩到了目的地，一家人迫不及待地拿出食物补充能量，不料刚吃完饭，薛之力看一眼天气，觉得时机即将成熟，就招呼着大家准备回家，还谎称要和琪琪单独聊天，骑一辆车，只剩楚木和薛洋共骑一辆。回去的路上，薛之力给琪琪讲述了薛洋的成长经历。原来薛洋自小失去母亲，父亲忙于工作对他疏于照料，从未感受过家庭温暖的他习惯将自己封闭起来，幸亏遇到了薛之力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一点点将其感化，薛洋才愿意敞开心扉接受姐姐。得知薛洋委屈的童年后，琪琪不由得心疼了起来。反观薛洋和楚木俩人，很快就遇见了麻烦，不但自行车链子掉了，俩人又因为赵文的事打了一架。然而不巧的是，山上偏偏还下起了大雨，俩人为了尽快赶回家只好一块修车。另一边，到家的几人对两人十分担心，反而薛之力像没事人一样，原来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一场雨是淋不坏人的，可是却能让他们俩有一段同甘共苦的经历。同甘共苦，听听就知道是兄弟之间才会用的词儿吧。经过这次的郊游，琪琪对薛洋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可薛洋和楚木之间还有一个赵文需要解决。英女到追富二代不成，便将目标转移到富二代的好哥们身上，没成想富二代 2.0 也不是吃素的，一场爱情高手间的极限拉扯即将上演。这天赵文突然出现在薛洋的车场，赵文的穷追不舍让薛洋苦不堪言，他想要彻底摆脱赵文，就和情场高手周浩打了个赌，于是周浩就出马拦住了赵文。你要想找个帮你爬这名利场的杆，不一定死磕薛洋一个人，在你面前呢，不就有个选择吗？周浩认为以他的财力和手段拿下赵文就是分分钟的事，还能顺便赢下和薛洋的赌约，这游戏怎么着都是稳赚不赔啊。但显然周浩是低估了赵文的智商。其实刚才薛洋就在二楼的那房间里，对吧？你也不是突然心血来潮向我抛出了什么橄榄枝，你们之间有协议对吧？没想到他和薛洋的计划竟然被赵文看穿，周浩就索性把计划全部告诉了赵文。如果能成功把赵文留在自己身边三个月，那薛洋就会送他一台限量版摩托车。结果赵文听完更高兴了。不错，我还挺值钱的，可是你想没想过，你要是不能把我留在你身边，你该怎么办呢？本来赵文追求薛洋就没什么胜算，薛洋只是他跻身上流社会的跳板而已，如今周浩却插进来一脚，反而让赵文拥有了主动权。从现在开始追我吧，我们追上我了再陪你喝酒。说完起身就要离开，赵文的操作让这个情场高手感到被侮辱。于是第二天，周浩直接把跑车开到杂志社楼下，准备先用跑车迷住赵文，再把他领进自家的酒店吃顿饭，展示自己强大的超能力。而且两人的对话也越发的赤裸裸。我今天带你来这儿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吃好，而是为了让你看好。这些，只不过是我们家的九牛一毛。我得让你知道，你想从薛洋那儿得到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而且可能更多，接下来就看你呢识不识时务，懂不懂得做正确的选择了。这要是一般的女孩，估计这两招就能把她成功拿下了。可对面坐着的是野心极大的赵文，很明显他不想让这场游戏过早的结束，因为他要从薛洋和周浩中选择一个实力更强的收入囊中。于是他对周浩的背景展开调查，在经过与周浩的一番电话确认后，他对薛洋给他推荐的这位周大少很满意。不过周浩也只是被赵文当成了备胎。有足够的耐心把你从冷变热，再从热变到发烫。你跟人干什么？别逼我动手啊！你动啊！咱俩在一块儿不能老是我主动吧？你动啊！哎、你别哟！谁呀？这是干嘛呢？打架呢？这是啊？文姨，这么巧啊？巧吗？你一天到晚黏着我们家薛洋，咱俩又碰不着，那才巧呢。赵文虽然多出了周浩这个备胎选项，但他对薛洋仍然没死心。这天他又来到薛洋的车场，薛洋刚好独自在这，赵文步步逼近，薛洋连连后退。就在薛洋险些招架不住之时，文南及时出现拯救了薛洋。而薛洋见到这个后妈仿佛遇见了救星，竟然罕见的笑得像个孩子。文南当即就要找赵文谈谈，赵文当初跟楚木谈对象是自由恋爱，而且两情相悦，他没有意见。但薛洋就不一样了，是吧？有什么不一样啊？你这死缠烂打的多不合适，人男孩子看不上你，最后回到家都冲着我们急赤白脸的，这真不好，这我必须得管了，我觉得。然而赵文却认为文南根本管不了。可赵文没想到的是，文南接下来的话会让他改变主意，因为在他来之前看到了赵文写的那篇别墅之吻的文章，也清楚他的爱慕虚荣。我看得出来你有点小才，写的不错，而且你们那杂志也办得不错。后来我一下突发奇想，我们家干嘛不把杂志给买了啊？
反正我们家要买了这杂志，我可就是你老板了，分分钟我能把你给开了。以文南多年摸爬滚打的社会经验，他一眼就看出杂志社的工作是赵文走向上流社会的关键，所以以工作相要挟。赵文明白文南不只是嘴上说说，他可不想因小失大。文姨，您今儿真挺让我刮目相看。哎，咖啡你不喝啦？得胜而归的文南回到家，立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薛洋。薛洋，我告诉你啊，赵文的事已经让我彻底给摆平了。你该上学上学，该上车场上车场，踏踏实实的啊。文南的及时出手，让几个年轻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很快就玩到了一起，也让薛洋和周浩之间的赌约变得没有意义。如今赵文是不可能再去纠缠薛洋了，所以不论周浩是否能成功拿下赵文，对于薛洋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而接下来楚木就不那么幸运了，因为薛洋的原因，让楚木的工作变得举步维艰。毕业生到公司实习，本以为能在技术岗位大展拳脚，却被领导派去推销消毒餐具。连续几天楚木都毫无进展，虽然跟饭店老板打得火热，但对方一听说楚木的来意，立马把他赶了出去。楚木又碰了一鼻子灰，我就不说那滚字，不做。不过老板很快就要改主意了，因为琪琪得知了楚木的难处后，决定帮楚木推销餐具，还非常的自信。我有办法了，这个周末以前我要是帮你拿不到五个以上的订单，我就改叫苍蝇走。很快他们就叫来了达子，而达子的任务就是去每家小吃店拍一张最有代表性的照片。琪琪则带着楚木去被曾赶出的那家店，琪琪负责跟老板谈判，他直接开门见山，这次来还是为了消毒餐具的事儿，不过方法换了，不用你花钱买，我们免费送你三个月的试用，试用到了要是你还是不愿意订也没关系，这事儿就算完了。听完老板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这正是琪琪要的效果。琪琪趁热打铁，要求试用品到的那一天开始，店里所有能做的小吃料必须全部配齐。不过店家也不用担心浪费，因为他能保证这个店不出一个礼拜肯定爆火。到时候你别着急，你备的东西不够就成。这回两个大男人彻底都懵了。这边琪琪召集了他游戏群中的一帮小弟，他们两人一组，分散到各个小吃店去演戏，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小吃店的餐具不卫生，有人在这吃完了饭就拉肚子，不但发了烧，最后还去医院打了吊瓶。医生甚至怀疑他染上了甲肝，店老板看不下去过来制止，他们就直接拿出达子的照片。你仔细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来过你们店，这张照片是不是在你们店里拍的。两人表演的惟妙惟肖，立刻就引起了顾客的警觉，随后两人还故意说出哪家餐馆有消毒餐具。就在两人离开餐馆后，立马就有很多顾客跟着离开，毕竟谁都不愿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就这样，附近的小餐馆在一天之内全部因为没有消毒餐具而失去了顾客。等网友们散去之后，就是楚木闪亮登场的时刻，小吃店的老板一眼认出了楚木就是推销餐具的人，都纷纷邀他进店详聊。最终附近所有的小吃店都使用了楚木的消毒餐具，本以为超额完成了销售任务就可以回到研发部，然而真让赵文说中了，这家公司是不可能重用楚木的，因为这家公司的少东家是周浩。周浩是不会舍得轻易放弃这么一个好玩游戏的，而且他不是傻子，公司最核心部门里怎么可能有竞争对手的家里人在，所以楚木啊，没有可能再回研发部了。人定睛看一眼车内的情侣，立马露出了鬼魅的笑容，如果猜得不错，他想整一下车上下来的女人。很快琪琪就尾随赵文来到咖啡厅，装作看菜单，实则慢慢靠近赵文，然后一下撞了过去。哎呦，哎，对不起，看着点。哎，赵文姐，你怎么在这儿啊？赵文被问得一头雾水，琪琪立马开始胡扯，称赵文刚从国外回来，听说已经被诊断出疑似禽流感，此刻应该在家隔离才对，怎么能随便出来。众人一听瞬间被吓得离赵文远远的，琪琪继续添油加醋，听说这病在国外已经死了人了，这传播的速度啊跟当年非典差不多，厉害着呢。哎呦，你就饶了我们吧，怎么着你也戴一口罩嘛，对不对。赵文根本不认识琪琪，可琪琪却能准确地叫出他的名字。琪琪一顿疯狂输出，赵文毫无还嘴之力，周围的顾客被琪琪这么一忽悠，把矛头全部都对准了赵文。最后在一个长得像萧旭的安保的要求下，赵文只好选择离开，但也对琪琪的捉弄怀恨在心，称一定要找到机会反整他一次，要不说冤家路窄啊。赵文很快就再次见到了琪琪。当晚薛洋看见姐姐在拆游戏手柄，立马就明白姐姐心情不好，琪琪趁机提议大家一块去酒吧玩，就在酒吧附近刚好碰见了周浩一行人。赵文一眼就认出了楚木身旁的琪琪，正是白天捉弄自己的小疯子，并且认为琪琪的所作所为全部都是受楚木的指使。楚木，你干的吧，你太卑鄙了，用这种手段报复我，我本来觉得你也就是一身穷酸气，怎么说都有点善良，背后使这么阴损的招儿。你闭上你的粪坑嘴吧，苍蝇大姐，卑鄙和缺德这俩词儿就专门为你设的，您还谦虚的想往别人脑袋上扣啊。两位毒舌互不相让，很快两方人马就吵了起来。周浩其中的一个小弟非拉着琪琪进去喝酒，这时薛洋挺身而出护住了琪琪，要替琪琪的毒舌道歉，怎料周浩并不买账，一旁的小弟依然不依不饶，还是要强行拉走琪琪。这时沉默的薛之力终于出手了，大叔，哎呀，哎呦我去，哎呀，我怎么把姐姐会这儿给忘了呢。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对一个女孩动手，
你真是垃圾的可以啊你！多年未见，周浩眼看薛之力都使出了徒手卸胳膊绝技，立马认怂，连连道歉。得，我替他向您道个歉，您还是帮他把这胳膊给装上吧。大姐大，我错了，我是疼。薛之力将胳膊装上之后，带着众人霸气离场。赵文看着众人远去的背影，心里已经酝酿好如何反击琪琪了。云集的时尚派对上突然出现两个 cosplay 玩家，其装扮迅速引来大家异样的目光，直到这时两人才知道是被整蛊了。琪琪和楚木当众出丑，另一边名动京城的薛家姐弟也因此蒙羞，而这背后的始作俑者正是本场派对的策划者赵文。就在一天前，赵文偷偷来到琪琪的学校，从同学处打探到琪琪的 QQ 号码，当晚就冒充琪琪的粉丝告知 cosplay 大赛的消息。具体时间是周五晚上八点，在北大博雅酒店，入场券呢就是身上的 cos 装扮。这让资深动漫迷琪琪很是激动，立马就答应了下来。而另一边，周浩找到薛洋，邀请他和栗子姐姐一起参加周五晚上的派对，还特意叮嘱把琪琪和楚木也叫上。薛洋表面很冷，但实则内心已经同意了，因为在几天的电子游戏 PK 中，薛洋和琪琪早就成为志同道合的伙伴。当薛洋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时，却被琪琪当场拒绝，因为薛洋说的时间跟琪琪要参加的 cosplay 大赛时间刚好重合，所以在派对这一天，薛家姐弟衣着得体的来到派对，而琪琪楚木这俩人却身着 cos 装扮。周浩可不想放过这个挑拨薛家内讧的机会。不是薛大少，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好心请大家来，可是为了化解矛盾，这样为这么烂主明摆着过去砸场子吗？我说栗子姐，这事儿不会是你们也知道，而且还默许了吧？周浩可真会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明是他特意安排人放琪琪和楚木进来，现在却倒打一耙污蔑二人来砸场。然而赵文的羞辱则来得更直接。两位是不是走错地儿了？这不是新入主薛家的楚木和琪琪吗？可能是刚刚进入豪门，还不知道参加这种派对需要穿什么吧。薛少跟薛小姐，所有交给你们呢。楚木恨不得赶紧拉着琪琪找个地缝钻进去，可面对这样的羞辱，不扳回一局就不是琪琪了。他灵机一动，突然反客为主，在众目睽睽之下拉着楚木走向舞台，很自然地接过话筒，顺便将赵文挤到一边。我们是赵文姐特意请来的抽奖嘉宾，专门为各位抽取今天晚上最重要的惊喜大奖。在我们开始抽奖之前，还有一份惊喜要给大家揭秘。下周五晚上八点，在酒吧街波波蜜酒吧，赵文姐安排了一场暖场秀，名字叫奇电之夜，而且现场的酒水全部由赵文姐买单。我们先一起来感谢一下赵文姐的慷慨吧。这次赵文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但让琪琪抢了风头，自己还血亏了一波。然而琪琪虽然成功的挽回了颜面，但却让他们和薛洋刚刚缓和的关系再次降到冰点。二代邀请心上人参加时尚派对，怎料他却穿着奇装异服现身会场，瞬间成为众人的笑柄。事后富二代大发雷霆，你除了每天不分场合瞎捣乱，还能干点正事吗？你知道什么呀，你就冲我好，今儿晚上根本就不是我想来的。没人拿枪逼你来，更没有人逼你穿成这样给我们丢脸。殊不知琪琪是被人暗算了，他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无处倾诉。夜里薛洋一个人在房间里生着闷气，这时栗子姐推门走了进来，他知道弟弟的脾气，放下电脑就走了出去。等薛洋看完琪琪的聊天记录，才发现是自己错怪了琪琪，那该如何哄女生开心呢？这可是门学问，第一步就是投其所好。薛洋先是去书店买了全套的动漫，在房间里恶补动漫人物和情节，再托朋友从国外高价买了一本动漫书，晚饭时轻描淡写的往桌子上一放。起初琪琪很不屑的认为薛洋没有诚意，不过随后他就兴奋的大叫起来，暗本的精美鲜明啊！别摸，你怎么能搞到这本书呢？这本书在国内是没有卖的。薛洋的礼物可谓是送到了琪琪的心巴上，几人很快就和好如初。转眼间到了奇电之夜表演秀的日子，而琪琪绝对是本场的主角，精致的装扮，炫酷的表演，再加上琪琪独家调制的特色美酒，让这家几乎要倒闭的酒吧成了这条街最火爆的地方。美的老板主动给琪琪涨工资，还要承担本场的全部费用。然而琪琪却说费用已经谈好，全部由赵文承担，怪不得赵文的脸看起来有些难看。不过旁边的苏泉却很欣赏琪琪的表演，还饶有兴致地邀请琪琪参加杂志社的活动。这一幕让本场的最大怨种赵文看在眼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疯子琪琪突然被老爹带走，最难受的却是富二代薛洋，死对头走了他该高兴才对，可他书也看不下去了，酒喝着也没味了，整个人都 emo 了。只有姐姐薛之力看出了他的心思，原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薛洋不但不讨厌这个爱作爱闹的琪琪了，反而在不知不觉间喜欢上了这个率真的小疯子。这个外表冷酷的冰窟窿内心已经开始融化。薛之力知道琪琪一心想做楚木的女朋友，可楚木却有意撮合琪琪和达子，于是询问他不介意琪琪和别人在一起吗？何止是不介意啊，我简直是求之不得。我正琢磨着等小疯子回来，我怎么给他和达子多制造些机会呢。知道了楚木的想法，
栗子姐可以放心大胆地给薛洋制造机会了。这天薛洋和好友西子一块放学，西子发现薛洋总是心不在焉，一会沉默一会傻笑，猜测他肯定是得了相思病。这时薛洋突然接到姐姐的短信，抛下西子急匆匆地赶回家，结果楚木和栗子姐俩人只顾着笑却不说话，突然一双手捂住了薛洋的眼睛，转头一看居然是七七提前回来了。薛洋脸上露出了难掩的喜悦。当晚几人的游戏时间如期进行，琪琪又赢了薛洋，输了的人必须继续陪楚木跑步，而且这次他要一起跑，因为他想看日出。同时还暴露出了另一件事，就是琪琪不在的几天竟然都是薛之力陪着楚木晨跑，两人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也被薛洋看在眼里。于是在第二天，薛洋主动谈起楚木和姐姐的关系。你只能把我姐当一家人看，不能有别的想法，要不然我可饶不了你。谁知他话锋一转，又问起了楚木和琪琪的关系。哎，琪琪是你妹妹还是你女朋友啊？哎呦天哪，你怎么又转这儿来了？她是我妹妹，我跟她怎么可能呢？看来薛洋是打算追求琪琪了。然而这一切楚木却还浑然不觉，只顾着撮合琪琪和达子。楚木约着同事和达子一起到琪琪的酒吧喝酒，聚会结束时主动安排达子护送琪琪回家，结果在酒吧门口刚好被薛洋撞见，他二话不说强行把琪琪带走。不过他并没有带琪琪回家，而是带他去了山顶。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车内，琪琪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日出美景。这时薛洋也走了出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喂，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薛洋并没有说什么，而是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可薛洋怎么也想不到，这冲动的一吻让两人的关系再次变得尴尬。那一次被强吻后，冰窟窿薛洋又迎来甜蜜一吻，不过这次却是他主动出击，而且还是熟人作案。别看薛洋平时是个冰窟窿，热情起来比谁都直接，而平时咋咋呼呼的小疯子七七遇到事反而矜持起来。哥哥楚木以为薛洋欺负了他，做事就要找薛洋算账，谁知七七赶紧叫住楚木，还连连否认。不过他确实有一点很迷茫。我现在可是你的女朋友，我是很专一的耶。原来琪琪纠结的点在这，不过楚木从来就没有承认过琪琪是他女朋友这件事，相反他更加支持琪琪找到他真正喜欢的人。没想到琪琪听完直接炸了。你闭嘴，终于把实话都说出来是吧？没心没肺没大脑的超智障动物，你直接说你头顶上那个人下去，从头到尾都没看上我，不就完了？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你的头，出去，我不要再理你了。另一边的薛洋面对姐姐质问的一夜未归，却直接变成了缩头乌龟。晚饭时间，全家就只有这俩闲散人员在家。经过早晨的那一吻让俩人都很尴尬，还没等薛洋开口，琪琪就害羞的要离开了。而琪琪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反差，不是因为薛洋的强吻，而是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喜欢谁。不过很快琪琪就能明白薛洋对他的心意了。这天夜里，西子在抱怨酒吧的客人都被琪琪的酒吧抢走了，他想高薪把琪琪挖过来，但因为之前的过节这件事基本不可能。这时赵文又想出一个损招，绕开琪琪直接跟老板谈出高价买下波波米酒吧，不过有个前提条件，让老板出面跟疯子签个约，三年到五年之内让疯子必须留在波波米当调酒师，中途不得离开，否则就按违约金赔偿损失，违约金我们定的越高越好，等疯子知道自己以后真正的老板是谁的时候，就只有自己抽自己大嘴巴痛哭流涕的份儿。周浩听完当即决定就这么办，不过还需要人引荐，否则很有可能直接被琪琪轰出来，那么薛洋就是这最佳人选。少女去酒吧喝酒，刚尝了没一口就各种嫌弃，盐蘸的不够，柠檬汁儿又抹的太多了，一句话，失败。随后他做了一个看起来很疯狂的决定，不顾阻拦就要亲自上阵调酒，没想到一招花式调酒直接引爆全场，琪琪又一次惊艳众人。也正是这次大秀调酒技，让本来就要关门大吉的酒吧瞬间重获新生，而酒吧老板更是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般对琪琪赞不绝口，甚至愿意出高薪聘请他担任调酒师，琪琪自然应允。从此后 Bobo Me 就在酒吧一条街名声大噪，顾客络绎不绝，可也引得周围酒吧的羡慕嫉妒恨。这天周浩几人找到了 Bobo Me 的老板，跟他商讨收购事宜，没想到周浩给的价格让老板很是心动，不过几人的阴谋恰好被薛洋听到了，薛洋护其心切，自然不能让周浩得逞，便选择直接跟周浩叫板，他说不管周浩出什么价都会把价格抬再高一成，直到他们认为酒吧不值这个价为止。我没兴趣拆任何人的台，可是你要想伤害我要保护的人，那就必须插手，琪琪是绝对不会也不愿意跟你们打工，这一点你们心里都清楚。琪琪听完薛洋和周浩的对话，当即明白薛洋对他的心意，可他依然不明白他自己到底喜欢谁。这时栗子姐及时出现答疑解惑，喜欢是一种本能，大脑有时候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干扰而丧失掉最初始的判断，但心和身体不会，人跟人的身体接触之后所呈现出不同的心跳速度会诚实的反映出一切你的本能感觉。随后他张开怀抱让琪琪自己感受自己的心跳，这样就能知道答案了。
随后他立马抱住了楚木，但楚木的怀抱并没有让他有心动的感觉。紧接着又跑到薛洋面前，一把抱住薛洋。此刻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薛洋的心跳，这一瞬间他完全读懂了身体传递给他的信号。在感受一会之后，琪琪害羞地跑到房间门口。别哭了，我喜欢你。琪琪终于直面了自己的内心，而薛洋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几位年轻人的生活重新步入了正轨，不过很快他们就会迎来新的挑战，因为薛家企业危险了。朋友的老爸结婚，他却带头怂恿朋友大闹婚礼，将现场搞得混乱不堪不说，还故意把酒喷到朋友后妈身上。后妈的亲儿子楚浩故意将楚木从研发部调到市场部，还让他去做推销消毒餐具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周浩这一系列的骚操作成功让薛家闹得鸡犬不宁，本来他还沾沾自喜想向老爸邀功，没想到老爸周万里反而指责他不务正业。我让你去万源新力，主要是想让你和王简多学学经营管理，不是想让你一门心思的去盯着人家后院搅是非。然而周浩却不以为然，这个大少爷是要用自己的方式打垮薛家。不过这次还真让周浩打探到了薛家的商业动向。栗子姐预测到未来有可能会发生全球次贷危机，建议薛家的生意最好转向国内市场。老薛也正有此意，栗子姐借机推荐薛洋到公司帮忙，但老薛表面上以公司大调整为由，推迟了薛洋到公司实习的时间，实则是不想让女儿过分担心。公司调整属于内部机密，老薛只通知了几个核心员工，但却在儿子这儿走漏了风声。这天周浩找到薛洋送时尚派对的邀请函，两人谈起暑假的安排。马上就要放假了，你准备干什么呀？没什么打算。周浩赶紧提醒薛洋早点进自家公司熟悉环境，要不然就被别人抢先了，而且你后妈早就打入茂森内部了。单纯的薛洋还以为周浩真的很关心他，随口说出自家公司的动向。我爸说了，现在公司大调整，进去不合适，等明年实习的时候再说吧。于是周浩就成功的从薛洋处打探到了薛家的情况，没想到这个消息对周家来说十分的重要。很快周浩就把消息告诉了老周，老周毕竟是混迹商界的老油条，立马就猜到薛家的生意会有大动作，这也给薛家的破产埋下了伏笔。一小情侣刚刚官宣，却被双方家长撞个正着。男方的老爸赶紧拉着女方的老妈上楼详谈，原来是男方老爸对他们的恋爱充满担忧，因为他们现在是夫妻关系，而薛洋和琪琪又是他们各自的孩子，这不就等于亲兄妹一样吗？什么叫等于是亲兄妹？人怎么兄妹了？我跟琪琪可没有血缘关系。过去我跟他爸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俩还算有个法律关系，现在也没了。人孩子怎么不能恋爱啊？不过薛之力和楚木如果发展成恋爱关系却不行，因为他们俩在法律上算是姐弟。殊不知两人的担忧在不久的将来会一一出现，而现在的关键就是薛家的公司正面临着破产危机。随着金融风暴席卷而来，主营国际贸易的薛家茂祥集团成了第一批受害者，再加上国内市场上被周家的频频打压，硕大的茂森集团竟一夜之间溃不成军。走投无路的老薛只好选择将公司卖给老周。尽管老薛在谈判的过程中承诺，若此时完成收购，可以得到茂祥在国际市场的所有营销渠道，这对万源集团进入国际市场将有很大的帮助。而老周却表示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因为他只想亲眼看见老薛破产，只有这样才能带给他巨大满足感。我怎么能因为这一点蝇头小利而错失了这件美事呢？既然如此，老薛也不再强求。虽然很不舍得一手创建的公司，但也不得不选择申请破产。而另一边，对家里的一切并不知情的琪琪和薛洋正在完成他们最后的走秀。这是薛洋第一次登台，没想到最终的效果却很惊艳。事后琪琪和 Spring 约好一块去 Bobo Me 酒吧狂欢，这时赵文和周浩假意来祝贺，实则阴阳怪气冷嘲热讽。哎呀，看来有些人还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哈。不知道的好，你总得给人留一个最后狂欢的机会嘛。薛大少，你们好好玩，我们就不打搅了啊。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将是薛洋和琪琪这对小情侣的最后狂欢。当他们回到家时，发现别墅内满是箱子，而且几人都瘫坐在沙发上，这才知道是薛家破产了。两人从开始搬家到结束一直都呆立在一旁。他们一天之内从大别墅搬进了三居室的出租房内，好在琪琪很快接受了现实，而从小就锦衣玉食的薛洋从富二代直接变成了富二代，让他又重回了冰窟窿状态。曾经风光无限的薛少还没能接受薛家破产的现实，姐姐为了助他走出阴影，用九万元的高价拍回他最喜爱的摩托车，没想到他骑着摩托车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他来到他曾经的摩托车厂，却发现一辆熟悉的车停在门口，原来是曾经的好兄弟周浩在这。薛洋质问周浩为什么动自己的车厂，而周浩面对落魄的薛洋也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把杀人诛心玩到极致，称已经买下了这个车厂，但是要对外经营。怎么样薛大少，有没有兴趣来我这儿打工啊？我保证会看在咱俩以前的情分上，每个月给你多加几百块钱工资的。当晚琪琪在家等着薛洋回来吃饭，薛洋却在西子的酒吧买醉，不料在最终结账的时候随身带的卡已经被冻结，服务员要求他付现金，他却连一分钱都拿不出。西子见状赶忙过来解围，薛洋只能尴尬的离场。与薛洋的颓废和逃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家中的几人此时正积极的上交工资。这是我打工赚来的钱，每个月我能赚3000多呢。来来来，这是我的，
我每月工资4000，全都上交了。雷爷啊，这卡里面有10万块钱，初始密码是666，以后我每个月还会再往里面打10000块钱的。哥，知道咱俩这辈子最大的、最靠谱的财富是什么？养了这窝孩子呗。这个拼凑起来的破产家庭最终靠几个年轻人重新撑起了一片天。这时缺席家庭会议的薛阳终于赶了回来，可他回来第一件事居然是询问老薛信用卡为什么不能用了。碧子姐终于看不下去了，起身教育弟弟。阳，你是学经济的，应该知道破产的程序。茂森国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你的卡是公司的，当然就会被取消。你以前的很多消费习惯都要改一改了。说白了，就是你要努力赚钱养活自己，支撑起这个家的一角了。然而薛阳还是接受不了现实，不论琪琪如何鼓励他哄他，端着饭在旁边喂着，薛阳始终是一口饭不吃，反而让琪琪离开薛家，称薛家已经破产，自己也变成了穷光蛋，再也给不了他任何幸福。一番话说的琪琪心灰意冷，而薛阳又一次夺门而去，琪琪最终也没能忍住脾气。惯他些毛病，你殿下这段日子低眉顺眼的，自己都想抽自己了，居然就换来他这么变本加厉的下贱傲气，还没完没了了，还不就是破个产受个穷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都撑住了，凭什么他还趴在地上赖着不起啊？这边琪琪是要把薛阳这滩烂泥打造成钢筋混凝土，而另一边跑回酒吧还钱的薛阳却再次遇到周浩。还钱恰巧与昔日的好友在酒吧偶遇，却不知对方不但没有一点同情，反而抓住机会落井下石，揭人伤疤。百元大钞随便给，说不用找，破产能破到薛少这个境界还真是挺少见的。薛阳这个闷葫芦说不过他，扭头想走，可周浩哪能轻易放过他，继续添油加醋的嘲讽薛阳是个不会赚钱只会烧钱的废物。薛家是怎么能够在破产之后还维持着一伸手就能有钱用的幸福生活呀？那个疯丫头跟楚木现在肯定已经是你家的顶梁柱了吧？刚才薛少那么阔绰的100元钱，估计就是拿了人家几个礼拜的血汗钱给他挣的吧。薛少，你真是太有幸了，被穷人养一样还能摆出贵族范儿，也不管人家穷人心里头滴不滴血。周浩攻击完薛阳仍不满足，还把薛阳的身世拿出来消遣，甚至最疼爱他的栗子姐也没能幸免。我差点忘，你有个神奇的栗子姐，她是也不在乎自己老爸当年因为外遇抛弃了自己跟亲妈，也不在乎薛大少就是那个小三生的儿子。一直听说他智商挺高的，没想到就是个没心没肺的傻大姐。听到这再有脾气的人也忍不住了吧。薛阳受不了刺激，正要挥拳打向周浩，殊不知这正是中了周浩的圈套。只见赵文拿起手机录下了全程，他正需要这种落魄公子哥的八卦新闻，在网杂志上一刊登，大把的名和利就都是他的。而薛阳则因先动手打人，被无情的驱赶出酒吧，弄得颜面尽失。薛阳与周浩大打出手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隔壁酒吧的琪琪这边，琪琪闻声赶来解围，而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薛阳还想冲进去找周浩理论，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是被人利用了。好在琪琪一眼就看到了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赵文。看见了吧，猪头，人家就是故意逼你出丑，好借机卖新闻拿头条，你怎么就那么配合呀、啊、一击一个爪，喜欢给人家当猴耍。谢啦，相当精彩。明白真相的薛阳这才肯罢休，谁知跟着琪琪离开之后，薛阳不管不顾的想把自己喝醉，因为刚刚周浩的一番话深深的刺痛了他的玻璃心，也让他在琪琪工作的酒吧再次出丑。而今晚发生的一切也被赵文的狗仔小弟全程拍下，准备大做文章。落井下石剥噱头的炒作手法赚回来的所谓的火，就真的让你心安理得认为你在这方面是天才吗？媒体也是需要良心，媒体也是需要品质，现在你用这种手法简直低贱的让人恶心。我见我在。赵文伙同周浩在酒吧故意激怒薛阳，然后记录下薛阳的各种丑态，再出一个针对薛家的八卦新闻专栏，足以让他在时尚界赚得盆满钵满。然而杂志社的艺术总监 Spring 却对赵文歪曲事实炒作的行为极为不耻，他认为薛家刚刚破产，杂志社却借着人家的煎熬而得到好处。做人不能这么做的没心没肺没德行吧。没想到赵文却认为没心没肺没德行才是当今社会的生存之道，杂志社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抓住爆炸性的新闻，所以薛家破产的噱头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而另一边，琪琪为了让薛阳振作起来，在网上给薛阳找到一份改装摩托车的工作，不过想要让薛阳能够实实在在的接受，还需要栗子姐出马。于是在晚饭后，栗子姐邀请薛阳一起骑车散心，第一次跟薛阳探讨了他们母亲的恩怨。她说薛阳的母亲是给她和她妈妈打击最大的人，但她却并没有选择和他们母子成为敌对关系，因为一切敌对都是悲剧的开始，而包容和接纳才会是祥和和喜剧。既然挑剔和敌对的结局一定是争吵和悲剧，那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好的开始呢？杨，其实面对破产也一样，面对一直在你身边不离不弃的人也一样，
选择一个开始吧，我们都等着你呢。对于自小就失去母亲的薛洋来说，此时的栗子姐就像是自己的母亲，教会自己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经过琪琪和栗子姐分别的开导，薛洋终于能直面现实，欣然地接受了改装摩托车的工作。没想到他的改装技术大受好评，车行老板和伙计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薛洋的行事风格却有些特别，不仅骑着豪华摩托车来上班，身边还有美女相伴，很快就引起了同事们的议论。我琢磨着这一定是个富家公子来咱们这儿体验生活来了。不过还真让同事们猜着了。这天同事们拿着时尚杂志看得津津有味，原来赵文把薛家最近发生的事歪曲事实添油加醋地撰写了一个专栏，而这俩货也是嘴损，看见薛洋来了立马凑上去询问。薛大少，薛大少，你们家忽然间那么多钱都没了，你当时什么感觉啊？是啊，你前一段时间那么颓废，怎么又突然振作起来跑我们这儿打工来了呢？薛洋的玻璃心立马又被击得粉碎，上去就要把杂志撕掉。与此同时，楚木、琪琪、栗子姐三人也看到了杂志。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赵文竟然连文男的情史也给扒了出来。爸和一个准三爸，亲爸给了他姓氏，二爸给了他一个疯子妹妹，三爸给了他一个天才姐姐和一个冰窟窿弟弟，最后准三爸给了他一份事业。在外人看来，他老妈绝对是个捞女，而实际上是他老妈拯救了四个男人，背地里给亲爸介绍了研究所的工作，替二爸教育好了问题少女琪琪，陪着三爸经历破产在浴火重生，还在一次雪崩中救了准三爸的命。准三爸经此一事决定为了理想事业而奋斗，创办了环保科技公司水漫艇，而这个公司的合伙人却是三爸的大女儿薛之力。这天准三爸陆振廷受楚木和栗子姐之约，想邀请楚木的老妈文南出山支援公司，不曾想两人见面的场景正巧被回来的薛洋撞见，还误会文南与前男友私会。原来就在刚刚，薛洋看见文南的情史被扒出并登在杂志上，大体内容就是后妈利用各种前夫前男友四处救济破产的薛家。偏偏这时楚木帮薛洋找的客户到店找他，而车厂的两个小弟也是嘴贱，非要拿话激他。还是亲戚多了好吧。是啊，可惜呀，咱们没有那么有本事的后妈。这让薛洋更加相信杂志上的事都是真的，骑上摩托车就想回家问个究竟，偏偏还在家附近看见文南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这让他更加怒火中烧。回到家时，楚木发现薛洋的情绪不对，于是询问是否有不顺心的事。我怎么会有不顺心的事？我到哪儿都顺心的很，有你这么好个后哥帮我四处拉活，还有一个店里这么发达的后妈，又是 N 个前夫前男友的四处救济着我们薛家，和我这样的废物，我怎么会有不顺心的事呢？你让崔大给我介绍活干什么意思？你妈在楼下跟你那准几爸私会又是什么意思？我们薛家已经穷到了需要你妈卖笑，跟以前的男人玩暧昧才能养家的地步了吗？薛洋的话让全家人同时愤怒，而此时文南就站在门口，亲耳听到了薛洋对他的诋毁。文南重重地关上门，示意楚木不要轻举妄动，而是打算亲自教育孩子。小孩子在说话之前，得先把事儿弄清楚了再说。这么点简单的道理，没人告诉过你是吗？我和陆振廷在楼底下见面，是我跟你父亲商量好的，我送他礼物是你爸爸主动提出来让我这么做的，所以你刚才都是胡说，你混蛋。文南之所以敢以后妈的身份教育薛洋，是因为薛洋的行为已经影响了家庭内部和谐，薛洋不顾事实真相任意诋毁他和楚木，且时时将薛家与文南母子对立开来。所以你再让我听见我们薛家你们娘儿俩这种话，我听见一次我打你一次，我一直打到你不说为止。最终薛洋被罚不准吃晚饭，该说不说文南这招真高，不仅打得薛洋及时醒悟，还让四的年轻人更加团结，现在也甘愿在家洗手做羹汤。性格要强的栗子姐为了支撑起这个家，也在四处求人，还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贴补家用，甚至为了照顾薛洋的情绪，省吃俭用也要以90,000的高价买回他心爱的摩托车，最准备大干一场，为家人改善生活。殊不知薛洋的重振期却又让自己陷入新的危险之中。脱脱了，你没丢过亲人呢、啊、你没失去过亲人呢、啊、你你什么资格说穷人富人啊？家里有一分钱是你赚的吗？选择一个开始吧，我们都等着你呢。现在文南、楚木和琪琪已经在里边等你，试着走进来吧。竟在薛洋出现在现场时，还是被周浩的小弟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于是在最后场地赛前还是让周浩买通了其余所有参赛者阻击薛洋。与此同时，找不到具体位置的栗子姐要求楚木立刻给赵文打电话询问，怎料赵文不但痛快地告诉了楚木，还派人专门迎接他们。等他们赶到比赛地时，刚好赶上比赛结束，最终的结果是薛洋率先冲过了终点，主办方周浩却只得了第二名。就在颁奖的时，赵文要求小弟注意抓拍，尤其是薛洋和周浩对话的场景。周浩也果然没有让赵文失望，他不会抓住任何一个踩薛洋的机会。看来你果然是跟着我混才能有钱，拿着吧，这是你今天卖力表演的小费。谢了，只要是我应得的，跟谁混都无所谓。这次薛洋难得的没有被周浩激怒，怎料就在薛洋走向家人的时候，周浩竟当众再次辱骂他们。薛大少，
你现在向穷人看齐的速度够快的呀，已经到了有钱就是爹的地步了，是吗？可这次没等薛洋动手，反而楚木冲上去给了周浩一个大逼斗，现场立马变得混乱。这时早就看清一切的栗子姐赶紧找到能结束眼前混乱的人。赵文，适可而止吧，再闹下去薛都成闹剧了。赵文是个聪明人，及时上前阻止了周浩，这才让事态平息下去。事后薛洋回到家，虽然赢得了50万的巨额奖金，却反而遭到了文南的批评。你们有一个给我算一个都挺好的，这一辈子你们敢为挣钱玩命，就不是我的孩子，别进我的家门。不过文南的发火并没有打击到几位年轻人，而是更加让他们知道了家人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周浩猜到了是赵文把栗子姐他们带进赛场，却没想到赵文只是想让这个比赛更有噱头。我本来预计是薛洋打你的，可是没想到最后是楚木打了你，人算不如天算，不过还不错，更精彩了，是吧？永远的朋友，能够永远的就只有利益。生猛女赵文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竟然答应和竞争对手合作时尚秀，还准备故技重施，利用时尚界头牌 Spring 去捧对手的新人。殊不知正是因为这次的合作，让赵文自以为是的聪明彻底沦为笑柄。赵文计划在杂志社开设一个专栏，专门做 Spring 跟之前教过恶的圈内人携手合作的专题。因为凭借 Spring 个性和在圈内的知名度，稍加炒作便会给杂志社带来不错的关注，而前主编却认为让 Spring 和被他骂过的人合作，无异于让他自己打自己的脸。前主编的担忧也确实如此， Spring 本就对赵文的不择手段十分厌恶，加之上一次火影冰心主题秀时赵文对自己的利用， Spring 早就有了离开杂志社的想法。当他听说赵文再一次想利用他炒作时，便坚定了他辞职的想法。我也该兑现我自己的诺言了，本来我还犹豫选择哪一天离开，现在你帮我选择，那就今天吧。 Spring 的辞职让赵文的策划案彻底失去了流量密码，谁知就在赵文跟周浩吐槽时，周浩的一句话又提醒了他。很天前主编发现赵文与其他杂志社的人有联系，他想留下能干的赵文便有意升他为副主编，赵文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随后前主编在庆功宴上公布了这个消息，哪知同事们都在背后对赵文指指点点，甚至恶语相向。更没想到的是，前主编对他的评价也很差，称赵文只是能为杂志社创造价值的棋子，而 Spring 才是这辈子值得深交的朋友，这让赵文更加的怀疑自己。随着赵文名气越来越大，他被人在背后议论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直到他看到了名为撑起颓废之美的视频，他才明白情感才是一个人最珍贵的财富。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席卷而来，这让他又想起了曾经给过他真实情感的人楚木，而这次的见面也让他发现了楚木和栗子姐的秘密。人爱上了自己法律上的姐姐，可正当两人甜蜜的共进午餐时，前女友突然找了过来，二话不说就和他抱在一起。他告诉楚木想要找回从前被爱的感觉，而楚木却告诉他自己已经心有所属。赵文不甘心地问那人是谁，这时酒店服务员恰如其分地给了他答案，您的情侣套餐已上齐了，请慢用。原来他爱上了他三爸的女儿薛之力，这一次赵文彻底的输了，他哭得梨花带雨的跑回车内，想要通知杂志社小弟过来抓拍竞技姐弟恋的男女主角，可最终他还是心软了。找不到来时路，这身旁的人都形同陌路。当晚楚木和栗子姐像其他情侣一样手牵着手走在马路上，这时薛洋和琪琪恰巧路过，刚想喊住两人却又同时愣在了原地，看来他们家要出大事了。在薛洋和琪琪看来，栗子姐和楚木是不能相爱的，只因他们的父母现在是合法夫妻，可最终薛洋和琪琪还是被两人的故事所感动。琪琪为了试探二妈和三爸的口风，谎称自己的朋友遇到了再婚子女相爱的情况，想听听二妈和三爸的意见，结果老薛的回答直接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你既然已经查到了你治血亲这个词，就应该知道它什么意思。你治血亲跟血亲在法律上是一模一样的权利和义务，所以说你那个朋友和他的哥哥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已经属于亲兄妹了。老薛的回答已经是给楚木和栗子姐关上了一道门，谁知文南的回答更是给他们把窗户也堵死了。对，所以我告诉你啊，你赶紧劝你的朋友赶快跟他的哥哥分手，真的，他父母肯定不会同意。聪明的栗子姐清楚，他是时候该离开这里回加拿大，离开之前就和楚木保持隐秘的关系，留下最美好的回忆，谁知还是让老薛和文南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人家的公司被他玩破产，老爹只好低价向外抛售。就在他赌气走出自家公司时，却发现来人有点眼熟。哎，您等一会儿。他走上前去打量着对方。你是那个楚木的什么准三爸是吧？他说的不错，此人确实是他家竞争对手派来，准备收购他家公司的陆总，而与他见过几面的陆总却假装不认识他。这时旁边的汪简赶忙打着圆场，
生怕他老爹突然反悔放弃了这次收购，怎料他老爹根本就没相信他的话，训斥他几句就赶紧请陆总进去详谈。殊不知眼前发生的一切全在另一个人的预料之内，此人就是商界投资天才薛之力。你刚刚被你老爸骂过吧？你现在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等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会信的，更何况当他们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已经成定局了，所以你过来跟我聊聊吧。原来栗子姐在回加拿大之前准备把家庭外部的不稳定因素全部扫清，而眼前的周浩就是必须要拿下的人。他说在商场上为了利益的偶尔对立，并不意味着薛家和周家就是仇人。如果周浩一直把精力放在经营公司而不是对付薛家上，那么这次他帮助的就只可能是周浩。周家跟薛家上一代的恩怨已经可以到此结束了，以后的天下是我们这一代的，所以我们应该有更适合我们自己的相处方式。说白了就是薛家和周家合作共赢，对立则两败俱伤。周浩没想到从前自己那样对付薛家，反而薛之力打算以德报怨。当晚栗子姐找到弟弟薛阳讨论他和周浩的关系，虽然周浩从前百般的羞辱薛阳，而薛阳也清楚的知道周浩从没把他当成过真正的朋友，但栗子姐却建议薛阳试着和周浩保持亦敌友的关系，因为周浩身上也有可取之处，周浩可以不在乎脸面，能随时和任何人成为朋友，这正是薛阳所欠缺的，可以不成为周浩那样的人，但是不能不了解他的做法，这样才能学会如何跟周浩这类人周旋，也能轻松的应对更多的人，甚至利用周浩去应对自己不想接触的人。这个其实就是培养竞争对手的精华所在，学会欣赏对手，影响你的对手，在需要的时候跟你的对手合作，让他的优势为你所用，明白吗？于是在第二天，周浩拉着西子来找薛阳示好，想要在他们的小农场租一块地，而薛阳也欣然的接受表示欢迎。我发现这些日子没见他，薛大少的性格有改变，人总得长大嘛。没错，人总是要长大。我把车上那些员工都给辞掉了，恢复成你当时在那时候的样子，希望那还是我们三个人的据点，有空的话就回来吧。最终三人圆满的又在一起了。而与此同时，栗子姐又找到了赵文，准备说服赵文由薛家的敌对者转而成为薛家的守护者。一觉醒来发现这是一场梦，而如今这场梦居然成为了现实。他早已和赵文分手，却爱上了后爸的女儿薛之力。栗子姐不忍因为他们的感情而拆散他们双方的父母，于是决定远走加拿大，这极大的引起了楚木的不满情绪。他不甘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却不能在一起，不理解母亲文南频频改嫁却不告诉他原因，更加不满的是母亲和其他的前夫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却唯独对他孤苦伶仃的亲生父亲不闻不问。种种情绪堆积在一起，全部发泄到了母亲文南身上。紧接着楚木不顾栗子姐的挽留，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农场。文南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楚木，虽然强装镇定，但还是在转身盛汤时晕倒在地。而另一边，楚木果然找到了亲爸楚信，向他诉说内心的苦闷，但是父亲楚信却告诉了楚木一个深藏二十年的秘密。其实你不是我亲生的儿子。什么？原来楚信没有生育能力，而文南又很喜欢孩子，只好做了试管婴儿。虽然后来有了楚木，但楚信还是因不想拖累文南而主动选择离婚。离婚后的文南与楚木相依为命，为了更好的照顾儿子，也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文南频繁改嫁，但他选择结婚对象的标准只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真心对儿子好。与此同时，老薛三人正焦急等待着文南。当楚木赶到的时候，文南已经被平安地推出抢救室。几日后，老薛陪文南在病房内抹着眼泪。原来两人都觉得对孩子亏欠太多，打算离婚来成全薛之力和楚木。就在文南拿出结婚证的时候，栗子姐和楚木及时赶到，楚木一把抢下结婚证。你说你们俩加起来都一百多岁了，还在这玩幼稚呢？这婚是说结就结，说离就离的，你们身上都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我告诉你，谁分开你们俩都不能分开。你们俩分开这家就散了，这家要没了我们活着心里都没底儿。我们还年轻，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自己可以处理好。妈，求求你们。这里每个人都经历过家庭的破裂和重组，所以他们比任何人都珍惜当下，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家的温暖。在离别前，薛之力和楚木终于可以不被打扰，痛痛快快地做一天真正的情侣吧。因为在这之前，栗子姐已经帮楚木解决了前女友赵文这个麻烦，她直接挑明赵文追求物质本没有错，但赵文却把周围能卖的都卖了，导致身边的人最终都离他而去。因此赵文在精神和感情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才会回来找楚木。最终在栗子姐的一番情感疏导下，赵文终于卸下了所有的包袱，打算和周浩在一起，并且成为薛家的守护者。故事的结尾，在和楚木经历了一天的快乐时光后，薛之力一人踏上了回加拿大的航班，最终两人也找到了他们自己的沟通方式。